小瓜，我们去哪里？去我朋友单位。你朋友都有单位了？你在这里是什么？这什么呀？告诉你。什么咣当咣当的？答案在最后面。嗯？答案在最后面。你拿着你的蜗牛干嘛去？给大家看一下你的蜗牛。一开始买蜗牛是干嘛的？我都不知道。科学课要用。嗯，然后呢？然后我们现在要把它送到小伙伴家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？然后没有了。然后因为我们要休假了，是不是？嗯、我们大概有十多天的时间不在家里面，对不对？怕一会儿就不太好解说了。妈妈带我们去吃什么去？那是耳朵、梳头。这边我们刚才停了一个位吧，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个正经位。画的黄线，我说黄位。画的黄线，说这是什么位啊？我说黄位。这个狮子头应该有很多年了，一会儿可以看一下。苍蝇馆子超小。对对对，这就算就是成都那边经常说的苍蝇馆子，反正。来吃过两次，好像还挺好吃的。不走，那位遛蜗牛的同志。啊，我都记不住我们吃了啥，光记吃不记吃的啥。我们点了一份麻辣的狮子头，然后点了一份豆腐丸子，他还要了一份酸菜排骨，嗯、然后一个大碗一个小碗米饭，一共43块钱。还有饮料呢？饮料那是单算的啊，饮料后来5块钱。总之很划算，饮料5块钱，也不会很咸。北方很多菜有的时候是会很咸的。那这边就还好，他家生意超好的，就是今天还不是时间，现在已经1:30了，然后他外面还是好多桌，还是会有人陆续过来，挺有名的。主要是真的很便宜，然后你要知道，我现在特别喜欢来这种生意特别好的地方，根本没存货，后来有人来点了，就很新鲜，不好意思，对对得等。对对对对对，刚才我们快走的时候，他就是啊，丸子就一个了，要等的话10分钟，10分钟之后下一锅。我们落了个儿子，你还记得不？我们有儿子吗？我们不是单身吗？嗯。
我们刚来哈尔滨的时候住的就是这个附近的一个老的小区，斜对面这边就是万达影城，之前是万达广场，现在是被苏宁，是吗？那为什么还写着万达广场呢？那边苏宁易购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现在苏宁易购买了可能一部分，然后这边还是万达广场，这边是一些老的小区。咱是白车，里面眼睛给收回去呢。啊、嗯，好玩吗？好吧，是不是挺好玩的？我们现在要去干什么呢？现在我们去护理车，因为护理，你说提包护理完了之后也开始护理车了。我们应该说检测车吧。检修一下，检查一下。过两天在路上万一掉个链子了，那什么脚蹬子掉了不合适。脚蹬子得上紧。接下来我们去买点盘蝉，主要是蝉。刚进超市的门居然给拦住这都是关瑞选的，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。车里的这些也是我给我儿子们选的。哎，荔枝味的，就进手就可以了。但是我怕这个不够凉。这个是51.5，那你买这个吧，这个8.9，这个13.多，好不好？好，精确到分。其实我想买个这样的，可以了，拿两个这样的，买个王八四，八王四这叫，给儿子买个这样的吧，行，然后呢，给他灌，他喝的时候咱们就把这瓶单独他那个，他太恶心了，看出来疼儿子了哈，给我儿子拿一个好看的。好看也不知道好不好看。在哈尔滨有很多超市，尤其大润发，包括我们那有一个叫什么？俄品多。俄品多专门卖俄罗斯的。卖临近日期商品。有吗？随便拿一个。哎呀。俄罗斯商品一般就是甜，热量会比较高。没别的味儿，就是甜。给人这样的感觉，反正我也没吃过。老婆也不给买，我也不敢要，咱也不敢问，咱也不敢说。叫。今天就到了。开始开。咱们去买点水果，明天就那啥了呗。听你的，不听我的就可以。儿子刚才学的是什么？画画。然后现在是要学什么？街舞。街舞。今天挺忙啊。我们家最忙的一个人。你是要进军演艺圈吗？啥意思？
这一天忙的呀。下呀。这儿子。我这儿子一天天造的。我说你，你跟你去怎么去给骂将啊？夸大白去了。吃垃圾食品让人幸福。我们要啊，你给我点的啊。好，那今天呢，主要就是我们往这边走吧，这边人少。好。今天呢，主要就是准备未来可能十几天的一个旅途哈，我们要开车自驾游，然后回我的山西老家。很多人问我是哪里人的时候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但是老家是山西运城的，所以我要开车回去，大概十几天的时间，可能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录包包了。如果愿意看日常的话，可以继续订阅关注，然后继续看。今天把蜗牛找了一个小朋友，找了孩子，对，儿子的小同学，把蜗牛给他寄养了。然后中午吃的是什么啊？天哪，我们中午吃的狮子头，晚上吃的汉堡包。然后呢还好给儿子打包了一个东西，还不敢就吃这种东西，还不敢，我在犹豫好久到底让不让他播这一段，害怕。刚才还在说要隐瞒儿子，为什么我们也没有花他的钱，为什么我们还要如此紧张，花我们自己的钱，我们还心虚，花的还不仗义。对啊，今天啊，今天还洗车了，就是从明天开始可能就顾不上去洗车了，给车检修一下，然后那个刚才下车的时候收到了新闻说有那个冰雹预警。好，那今天的 vlog 就是这样了，从明天开始就在旅途上了，好吗？明天再见，拜拜。你说我半个小时之内吧。十点，半个小时，快到了。啊，堵完了一天。嗯。挂了吧，我啥也听不清。那也是的。你非常不能看了。挂了。